天吃的又是这个梅菜扣肉盖浇饭，这个每一盒是350克的，到手一共是发8盒哈，上锅加热一下就能吃，比较方便。它肉还是挺多的，肥瘦相间不会腻，好香啊！3盒的量，这个肉稍微给它摆一下。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。
非常非常香，加热一下就能吃啊，瘦肉比较多，而且不辣，小孩也能吃。拜拜。今天吃的是冒烟辣的牛肉面，还有蛋黄酥，流心蛋黄酥。先来个荔枝玫瑰的。这个面超级绝，里边牛肉味特别趴。太危险了。能吃辣的姐妹把辣椒剪开再炒，辣度更高一些。茉莉的
妹们，今天吃螺蛳粉哈，这个合味坊螺蛳粉之前一直是39.99包，现在是官方补贴补了6块钱，然后是33.9，到手一共9包。这是大肠，出油。这是麻辣味的，这炸弹好优秀啊。我准备2份。我就放了一包腐竹，另外一包我想干嚼吃。
里面的小料是蛮多的。饭场他家还新出了一个火鸡面线的，今天打的时间不够，上次打的刚刚好。我这个真空的炸锅烤的，说错了，是火鸡面酱馅的。时间一定要打够，时间打够以后，外面的肠又特别脆。这是我最爱的蒜香腊肠，这个时间够了。只要你不讨厌吃蒜，都会认为这个最香，我觉得。这个味道不蘸料也好吃，特别香。强烈推荐你们试一下那个蒜香味的，姐妹们真的好香。姐妹们，这个是日道家的粉面菜蛋，被我泡太久了，有点烂掉了。
泡完以后就录其他段子去了，我就忘记他了。他这个是有清蒸标识的，味道是很好的，三个味道，我这是藤椒的，这个汤喝起来又麻又辣，清汤肥牛的，这是酸辣味的，这味道最好吃，我觉得。下次一定要记得定个闹钟。
咖喱桶了。有清蒸标识的话，回做前面也能吃。拜拜。今天吃鬼椒面，泡的是这个。吃肉吧。三桶我泡了半个小时，面巨大。后劲足，后劲比较足。后劲还是比较足的。今天吃的是丸子汤饭。